今天这道菜可是一个粉丝点的哦。猪肉选那种肥瘦相间的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搅拌成肉泥。装进裱花袋里，把面筋填满肉馅。大料先下锅炒香，再加入生抽、老抽、清水，需要焖一会儿吸住汤汁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土豆泥沙拉，蔬菜粒、黑胡椒、海盐，刮成山的形状。焖好的油面筋撒上芝麻、葱花，这一口下去，软糯又劲道，吸满酱汁的外皮会保持汁水的那种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